对，有，还真有，都那被说不场定控人家锁是夫了，妻店的人家，哈哈那怎么哈哈哈。说？那怎么没人提前两三天约西西呀？是不是啊？真的是，那人都是使坏了，搞怪了啊！小梦来，小梦。还有那个谁发财？欢迎我天杰哥。Hello。我他妈的找了好久人找了，从8点找到现在，从啊啊，这南风的表妹啊，发财发财妹妹发财妹妹，这个糯香，你们有什么朋友介绍刚刚吗？跳舞把自己给跳踢下播了，嗨，韵子呢？10分钟还好，10分钟。韵子吗？我看看韵子在跳舞。韵子进局了，韵啊，子。进局了。那咱们就跳舞吧，今天晚上。来，你们音乐关一下，给我吧。好累。这个女主播真有意思，这个女主播。我从12点问他啊，一起玩一下吗？不了，要下了。然后我现在再问他一下，他说要下了，还没下呢。唯一的信息就是看我跳舞除外 ，PK 都不看，哼，就知道白嫖我是吧？去饭店吃饭不付钱是吧？哎，那饭店是不是有前菜呢？吃完前菜他走了啊！白嫖我，他白嫖我。啊，我想小天使，小天使不是下了吗？小天使啊，哎，你不是要下了吗？你不是？马上，马上。那我们可以玩那个吗？啊，先两把舞蹈乱斗再说吧。行行行，其他不说了啊。对。刚刚前面被踢下播了，漏走光了。妈呀，这个安全裤就不能穿，穿了安全裤就被踢下播。休息一下，我刚刚。说的对，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不穿。等会把那个脱了去，穿安全裤，缓一缓，把安全裤脱了。直接 A 号是吧？感觉我现在，感觉我现在年龄好像大了，感觉年龄大了，我现在就是跳舞，不能一直连跳半个小时了。哎，他的声音很像那个南风、啊。你是不是喜欢白嫖？我才没有呢，只是我很，好像。哎，你们商品开下来，商品开下来，好。只是我们是我比较老实，豌豆了，老实我可以泡泡吧。请热火呀，请热火，胡哥哥，苏丹哥哥，我们可以泡泡在贵宾席的各位啊，宝贝儿们，花椒，老实花椒，对呀、啊，其实我一直都很老实。欢迎世界哥，欢迎玛莎哥哥，欢迎世界哥，欢迎世界哥哥，世界哥哥，世界哥哥。小莫说好，没那么意思说。欢迎小陈，欢迎家长，欢迎小陈，晚上，欢迎 S 哥，头发都太乱了，晚上好，世界哥哥，感谢感谢平安的新年票。你的榜，恭喜世界，是我们的梦。你是身超黄了对吧？我看到朋友圈了。恭喜世界哥，前三吧好像，还是第一，好像是第一吧，忘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刚搜索到相关视频，大刀啊，这啥来着？酱油哥他妈的，吓死我了。帮忙破个百嘛，不然这个局就黄了，家人。
觉每次跳完舞这个头发就那咱们都是锦长征圣柳十二点过了，咱们有人破破百吗？咱们开个局吗？我约人约了一天，借我终于约上了，家人们。凉吗凉？我给你们。我要讲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了。多喝热水。什么万能公式？多喝热水是吗？万能公式多喝热水。阿月，你记得多喝热水啊，阿月。S 哥，不如你们都记得多喝热水。有人抽抽情书吗？喝热水。我跟你们说，我喝热水喝了，我把嘴烫破。我来给你烧，玉哥。我来给玉哥烧热水。把你定位给我。谢谢小虎牙，谢谢两个小虎牙的小情书。把你定位给我，去给你烧一个。我怎么说出这么虎狼之词的？借哥借我100块，我烧我来，我烧一个。等我到了36级卡面，玛莎哥哥，我们可不可以破个百？兄弟们，咱们凑一凑吧，咱们过了12点都有补粮。咱们先破百，先开个局，等我下一把再想办法，好吧？让我看看你有多少。再抽一抽那个呀，你可以再抽一抽那个魔法秘药，你抽那个好白呀。我马上就是百元榜了，直接就可以了，开个局啊。这个没有人了。好，你不动，我不动，大家都别动。真的没有人破百耶。破个百吧，破百跳舞了，龙生奇华，哇！哎呀，真好啊！爱了爱了爱了，谢谢虎牙哥。那咱们这个够凑吗？哎，怎么显示200块？显示200啊？给打折现在是吧？玩了什么？舞蹈乱斗。他们说先开两把舞蹈乱斗，咱们等会儿再说吧，等会儿。行，重新开一把。半瓶哥哥，有没有100块？那怎么了？是梦啊？现在爵位还上榜了，现在挺好啊。欢迎春生哥，升牌子了，春生哥，破百了，破百了。
我可以破百呀，我可以。我怎么这个三角区这里还这么痛？一个一本魔法书体验400块了。400块。真的。南上加南，在湖南。可以哦，可以抽一下。哎，谢谢春生哥续费剑皇10个月。送那个不要送那个，对，送星光票。好，我们破百了。那我现在谢谢春生哥1000个星光票。谢谢大哥。谢大哥，很淡好不好？啊！谢谢春生哥。哼，他的月亮一天。来，还有2分钟。少年，少年，开个超粉，有超粉护理。春哥，你还差多少？剩21呀。那个虎牙哥，你扣个一来。哎，在我直播间吗？欢迎小虎牙。好，在这边。我感觉骑士都挺多人开的啊，刚刚好，是最折中的。骑士是200块。好嘞，哥，没有给你卡个爷。你不是睡觉了吗？怎么又开始吃饭了？我看一下啊。哎，我们今天没亏，我们买了265个哨子，但是一个都没有拿中。但是我们这个气球270换了600多没亏。没亏。妈的，现在打个局8:30约，10点约。对啊，10点也是约的。昨天这两天10点多都是约的，8:30约的都是约的。我都看他们的局啊，他们8:30约一个啊，接力10点约一个，太内卷了。12点哎呀，真的是。太内卷。姐妹们，咱们放松一下，娱乐娱乐哈，来。说了嘻嘻。听说发财现在跳舞很 nice 啊，对，咱们等会欣赏一下来。啊，肚脐眼，把它放中间，肚脐眼。怎么这个点儿没人说话了，兄弟们？但是你截活了一个气球，来梦梦，小梦。Yes,
прочим, воздухом прогрета, свет твоих цепочек, видишь нас по светам, лунным светом ночи. Ай-я.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всегда, не спи, не ты, не спи, не я, не спи, что ты, не спи, что ты,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ага,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всегда, не спи, не ты, не спи, не я, не спи, что ты, не спи, что ты,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не спи, ага, не спи, не ты, не спи, не я, не спи, не ты, не спи, не я, не спи, не ты, не спи, не я, не спи, insomnia. I love how you love me every time, so right, so right, do me so right now.
面我是颗小虎牙。卡了，欢迎超人哥，结束的这么突然吗？好像卡了，卡了，卡了，啥情况？爸爸自己都被自己笑死了，跳的满身都是汗。我可以点点点哟。欢迎锅巴。那当然。这么敬业也不给我卡一个。他卡了，太过分了。他电脑死机了，欢迎小度。电脑死机了，咱们就……他说等他一下，他说等他一下。几点下播？一块钱卡牌子，这还要纠结吗？我早上比较晚啊，早上六七点啊。
我通宵的。我看喘不过气，是哭啊。噔噔噔噔，欢迎超人哥。哦，出魔法书了耶！暂缓一下这个，这是100块钱，有点像躲门哦。六七点钟，他这电脑该换坏了。加班。嗯，是，我看一下，我有什么任务吗？我们抽抽情书呗。加了吗？我们可以抽一抽情书。我都想下班了，他再不出我就要生气了。音乐我都打两下。超人哥，我去勾两下。哦，发财姐姐，发财姐姐是不是在小四视频那边看到过你？谢谢阿阳。对，是的，我也是找他跳的。我看他。我靠，贼断了。来了，刚刚我还想说，我操，小梦后妈群啊，演绎真正的什么叫做那个什么关关关什么大把圈，知道吗？刚说完，我那个电脑不动了，那音乐还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啊，结果是酷狗出现那个 bug 把我踢下播了。来来，你们音乐关一下，音乐听得到我说话吗？欢迎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好，来来来来，咱们再来一把，刚才那把积分先算，其他不算。啊，鸡巴电脑，他都可以啊，瀑布蛋，他看你们跳舞都看硬了、啊，对，直接给我杠死机子。我平常也是看跳舞的，怎么会？好家伙，看一点。傻逼电脑真的是啊。谢谢哥哥的，谢谢哥哥。色情电脑，好色的电脑，好色的电脑。欢迎魔宝。什么电脑？这个电脑太厉害了，这电脑主机20000的电脑啊！你的电脑这么贵啊？欢迎零时工，牛逼哥买的。这一张显卡就10000多。不小心滑进来了，进来就别出去。破百了，兄弟们。但是，外面那么冷。刚是软件出现的 bug。酷狗有问题。这把玩完不玩了，刀哥，我就玩两把，我要下班了。星光片，谢谢小度的续费骑士，10个月啊，领主10个月，不呸，剑皇10个月。我没有，我之前没有多。口误口误，我就第一次就给虎牙了。谢谢小度，谢谢小度的10个西卡，谢谢小度。可以给西西凑个，哇，破百了，破百了，才不三个，谢小度，哇，16级了，三个多，感谢虎粮，戏里面的波波，谢小度，谢大 W 哥哥，咱们有没有点长根剩柳可以吃一吃呢？恭喜小度16级，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发现，怎么又这么巧，这么有缘，不小心滑到了，离得很近。我在杭州，我在萧山这里。好热。哎呀 ，A 老师的望远榜掉了。天哪，这个榜太难看了，你知道吧？欢迎林叔哥哥。啦啦啦啦！你这个 IP 在金华呀？你也在杭州吗？
我也在杭州，这么有缘，不如我们的缘分来上三千。欢迎囚徒，欢迎高启强。变没人，会不会是我？家人们，咱们有人破破百吗？咱们有没有四倍快乐开启啊？感谢咱们能不能凑一凑？咱们上上签，感谢寂寞哥哥的上上签。我可不可以追一下？我跳得好累呀、啊，刚刚有看我跳舞，刚刚跳得好累。在德智，小度，你想看我跳舞吗？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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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车签是不是？我车签又这么嗨了吗？我看吧，对，他们要追上了，没有追上了。我想着要不要四倍快乐？抽蜜药了。新手保护期了，我过了新手保护期以后，我的上上签就能不能多压几点？哇，感谢金毛哥哥的上上签，给我破个百。兄弟们都在杭州怎么办？怎么你们组团蹲我吗？你们组团蹲我，我可是不出门的。哎，东东。欢迎阿平，我让他变有没有两位数？有没有人出岔的吗？有没有人截个胡？坐着吧，休息。那不一定，万一他们追上了，就我们就要跳了。上上签垫了这么多了，抱抱抱抱抱！我给我哥哥抱一个。哦丢！哦，我们被追上了！我们金毛哥哥是会心疼人的。被追上了！我来截个胡的，我的车呢？我的车呢？我家车是金车，钻石车。真的吗？重新卡了，重新卡了。咱有票的，送那个，送一送星光票，哥哥们。七十钱没有出，是我的问题。来，欢迎抠脚哥。我刚刚忘记洗手。这个。刚就忘记洗脸。哇！谢谢我小度的超粉卡。给我寂寞哥哥卡一个野牌。欢迎星河哥。哎，你有我们的野牌。你又去打电话了吗？不能嘚瑟一下了。那来吧，最后一把了啊！等我看看。是啊，好吧。你的生活，我的梦啊，我也想，主播还在，哇，冲啊！好多男士美女，感谢我寂寞哥哥的男粉，我被追上了，追上了，我还是白的。给我铺个白也不过分，咱们这么久的交集了，朋友天天刷个白，挺好。你比个心，那牌子我哪知道是他呀？我靠！大白全身经典，我有点跳不动了，我太热了，杭州这两天好热呀。杭州这两天有点热，然后一跳我浑身都是汗。寂寞哥哥，你多大了？寂寞哥哥，从来不点你们的牌子，我也不手机看直播，我是直播的时候电脑看。老总把你叫醒 ，Made in China， 牙膏牙刷上面记 Made in China， 包早餐放进陶瓷碗 Made in China， 我喜欢，就是我喜欢的男孩子，就是我喜欢的类型，要不然就比我喜欢。五三百六十度，五速是冷静，五杨幂画了一朵莲花 ，Cookie 需要放到夜吧，相框里面框住全家，全部 Made in China。我不喜欢跟我年龄相仿的，我喜欢比我大的或者比我小的，比我大一些的或者比我小的，小的还年轻有活力，像我一样呢。
你自己添的吧，自己添的娘娘吧，应该。我是觉得。大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同龄人，他们就是卡在那里，就是因为刚毕业嘛，刚毕业就是那种，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是刚毕业的那种，然后就会有一点。I'm looking for a girl with a body and a sexy strut. Wanna get it poppin', baby, step in. Some girls are retarded. Some girls are bad at that. I'm looking for a girl that will do whatever the fuck I say every day. She be giving it up. Get buzzed, get drunk, get crunk, get fucked up. Hit strip club, don't forget once. Get your dick rubbed, get fucked, get sucked, get wasted. Shit faced, pasted, plastered. Don't drink more, get a new drink, get the bathroom sink more. Make your shoes clean, got a routine going. Still got a few chunks on them shoe strings. So when I was dehydrated, to the beat box.And I like good trees. Smoke so much weed you wouldn't believe. And I get my ass in the toilet seat. 3 to the 1 from the 1 to the 3. I met a bad bitch last night in the D. Let me tell you how I made a leave with me. Conversation and a sign. I'll party. Let's get it started. I'm looking for a girl with a body and a sexy strut. Wanna get it poppin', baby, step in. Some girls are retarded. Some girls are bad at that. I'm looking for a girl that will do whatever the fuck I say every day she be giving it up. Shake that ass for me. Shake that ass for me. Come on, girl, shake.手机可以打开一个 Google 听歌识曲，里面都能找得到里面啊。感谢我皮仔哥哥的星光片，占谁占我便宜也不行。提供一下歌单吗？我怎么提供嘛？我歌单很多，歌单三十多个歌单。
最近身体不太好，年龄大了理解一下，年龄大了理解一下。我跟你说他们三个都挺高的，屏幕都装不下屏幕啊，真火真火星。我就这几天没有看到你啊，来个随机事件椅子舞，柔柔的温温柔柔的啊，好睡觉。好，这个肚脐眼今晚就是你的清明晚了。暂时就没了，没了，咱们就快发财了吧？看我的吗？是的。I'm here just to set you free. 说那什么呢，我说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每天被窝里面看段子，六背段子，真他妈累，真他妈小梦今天播了几个招式，我呀我播了，你说今天啊今天不用怀疑，就是问你今天，嗯，今天播了500块耶，挺好的。啊，不是本次啊，哇、哦，天哪，看来不止啊，看来。今天那本次播了1500。天啊，是赚够300就下播？你为什么赚够300还不下播？为什么？啊？心要用不用啥的？再赚两百？怎么？没有，就下播。刚优米，优米给我发信息，优米啊，笑死我了。感谢虎娘，感谢虎娘。他都播个鸡巴播了，点开一看6.7，点开一看，我说他妈的我还比你好啊！我家里还有人看下绝味，家里的人啊，播个鸡巴播个。这玩意就是要从6点看到现在，你什么时候能对我上头一下？什么时候能对我上头一下？开个守护呀！你看我的守护刀掉没了，你们也不心疼心疼我？红红火火哥晚上好，我们可以点个订阅哦，哥哥。我是一个播半夜的一个舞蹈主播啊，好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很优秀的舞蹈主播。嗯，对。啊，欢迎九尾哥。欢迎大家，我们喜欢西点订阅哟。没有啊，怎么说你们还玩吗？咱们家还有人在吗？咱们家我都可以。怎么没什么动力是吗？谁在呀？你就是我最大的大哥了，就是你现在在我直播间，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大哥了。
他电我。好像今天好多人都没播。韵子跟谁？就是你马上要出马了是吗？韵子拉进吧，小熊哥。韵子跟书生。啊？他为什么？他是被 AL 吗？欢迎我系狂流。他不播了，他心态爆炸了，下播了。不是，我说那个，我家大哥说那个牌子的人没了之后，哦，他就没刷过了，他没播了，是不是？有啊，他在呀，哦，在我心中已经没了。哦，什么鬼？我当时我点进去一看，嗯，我说这榜还挺好的呢，你说人家没了，乱讲。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大刀老师，我今天一百冲错了啊！你想抽奖吗？真的吗？天哪！看来我的造化是小蛋糕给的。好啊，我一般喜欢抽上千，哎，或者情书吧。我觉得情书应该能出数啊。刚才前面我一个大姐给我抽了1000块钱没出啊，要不你给我抽的情书的。为什么你们的直播间那么容易爆数？他是玩那个打游戏的是吧？没事，现在我在。我真的好羡慕，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樱花树长什么样子。你想抽什么？我想抽情书，可以吗？哦。我要退一下，大刀哥，我有推荐位，我忘记了，快在这里面忘聊。去吧去吧。对，我忘了。嗯，我先走了。啊。晚点再玩吧，大刀。好，晚点晚点。谢谢蛋糕姐姐，蛋糕姐姐黑兔了，蛋糕姐姐。哎，要不我今天找你下，我去给我西姐做个快闪先。啥？给你做个快闪。没事做，做快闪，不播了。听说没见过树，没事哦，没事哦，没事哦，怎么了？没事哦，没事。没见过树，是不是就是、我真没见过树。对，没见过树啊，树是什么树啊？树长什么样子？太难了，只有树的碎片、叶子啊。你看这些长得像叶子吗？这些。咱们约明天晚上了吧？我感觉他妈的现在太卷了，现在。我今天8点的时候开始约。吃饭的时候边吃饭边发信息，有的不理我，有的不播，有的这个那个。我有一次就是好像是前天跟你吧，好像是哦，好像约多了一个人，后面就、好尴尬，后面就是这样子，兄弟们，你们知道吗？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很尴尬，就比方说我先约 A， 然后再约一个 B， 再约一个 C， 结果三个人都不回我信息，当我组完了局的时候，他们同时跟我说好。贼他妈尴尬，实话。那有些直播，因为直播的时候那个消息很难，就是会很难忘，就是特别容易忘了回。我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大哥微信我都忘记回。对，意念回复。对。嗯，格局打开，什么格局打开？不是，你说有时候就是，我感觉就其实直播这种东西，其实我感觉是。很有开放性，很有就是说你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节目，做一些节目效果，就多应该花点时间在精力在这个方面上面啊。但是整天都在烦这种主人主不到的，我真的是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就整天在想这些东西啊。本来咱们可以想想，哎，打局的内容啊，今天你抛出一个梗，或者说组点什么节目好玩的，整天在想这种主人。约人主人，约人约人主人约人，啊！先我听你们意见，提前一天，他妈的，提前一天。明天晚上预告一下，咱们长腿西西姐啊，金米米、小曼，再约一个。怎么把你播到几点，希姐？咱们交流交流吧，交流交流心得呗。
我可能不到两点钟就下了。饿呀，肚子饿了。约十二个人，三台电脑播，随时切屏。然后一个晚上他妈的一个晚上两个小时吃，十二个人的主持费啊！哇塞，三个号开三个号，可以约十五个人啊，可以约十五个人最多、啊。哇，十五个人，一人一百个主持费，天！真的酸 Q。欢迎凡人哥，谢谢凡人哥的星光票。最近谢哥怎么不来看我了？谢哥呢？今天不是超凡吗？今天是我也没吃上时间哥的，想看能不能沾一口。真的吗？我也没吃上，人太多了，人太多了没顾上。现在在右一直播间呢、啊，刚刚聊天。我已经两天没吃上了，一天没有播。不过吃上的话，每一次他回来吃上都是从我这里开始，挺好的。还能求什么呢？我看你每天挺早播了啊、哦。嗯。小蛋糕下了吗？小蛋糕。看看。哦，进去了。行呗，那咱们就约明天晚上呗，我也下了。好。嗯，今天状态不好，先下了，先养一养。明天我们再唱，明天我们准备好真心话，明天。好。妈跨，今天人真少。好吧。有没有奇迹啊？有没有奇迹啊？嗯、有没有来个明镜大哥，突然给我打个，嗯，给我来个几十个、一百个什么？年度的是吧？对，给我来个一百个五千。你有没有看一个女主播的吧？林恩，我去看新闻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本次年度最黑的一匹黑马。我看到他了，我靠，那个榜真吓人，两百万，两百多。这个大哥啊，他来过我直播间，三百万了，我靠，他来过我直播间，然后我的妈呀，没吃上。啊，他这大哥到底是谁啊？我觉得应该是玩过虎牙的小号，不知道是谁。你说对于这么有钱的大哥，就对于一个未知领域啊，不可能到一个新的环境嘎嘎消费，我觉得不太敢。嗯。唱个主播是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年度每一年年度都有这种神豪大哥就很容易就出现。嗯，对，咱就是说我直播间能不能出现一个，一般情况下都在大公会直播间啊，三大公会，要么极梦，要么正恒，要么盛世啊，瑜伽现在还少瑜伽，都基本都是在这三大公会里面出现。嗯，一般其他那种工会很少能有这种情况出来，基本没有。就年度的时候，这种就消费几百万，一下子一天消费三百多，神仙！一套房啊，我天哪！是你上次说的那什么？一套房、啊。我这个这么大量级，我不好评定啊。但是怎么说呢？也有大主播，就是以前抖料抖出来说，就很多东西都得。就说刷出来的东西都得退回啊！啊！欢迎家长，欢迎家长。我世界哥来嘛！恭喜我世界哥荣升，恭喜世界哥荣升超皇！欢迎家长。但是这么大量级的家人们，这么大量级的那些神豪大哥，我为准就认准我家长。啊，其他的我没吃上，不知道，就是公会号，不知道。好好好，是的，是的。那因为很多大主播以前都说过嘛，说他们吃了那么多，其实也反吐了，啊，反吐了。
哦，这就是反锁得嘛。时候在痛哭流涕的，是的，反锁。那那这个吃了有什么意义啊？没赚。那以前你看以前那个什么宝藏计划里面钱多啊。哦，也是，我这回来发现宝藏计划只要5000块，啊，5100。对，以前宝藏计划最高档多少档啊？20000。一个月，对，一个月你能得20000，就是你主播得到手了20000，全满的话啊。历史上都没人说我公会号。可能是我是的，没有，你不弱，你很强的，世界哥。你还弱哥，那还谁强啊？实话实说。就是。大哥谦虚了，大哥。谦虚了，谦虚了。大哥的如数返还，韭菜的28分。嗯。还有以前还有一次。就是最大型的那种，就是说抽能量石，这个吧，不就是新玩家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能量石的时候，对，能量石那会儿抽什么战舰，找个人随便，对，能量石的时候，那时候哇，真的是就是鱼龙混杂，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流水最疯狂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整个虎牙，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好像没有下风的吧，现在。下分是什么东西啊？哎，下分啊，比方说有个大哥说去你直播间抽奖呗，抽出个鲲鹏，你返个10000块钱给他呗。我操，还有这种啊！天哪，这种不会被封吗？你知道吗？以前大主播，就是直后面被抓了嘛，后面。哦。就说出一个舰队，直接给20万。以前大主播直播间直接给20W。我操！那他那抽出来之后他会给吗？给了吗？有没有抽出来过？给啊，有。红毛直播间。多少钱抽出来的？那时候我刚那是，好像是一个小见识，好像是那时候就是，好像是100来块就抽出来。我操！而且就怎么说，你抽出来之后你不用刷，就你抽出来不用刷。就你到时候卖掉也可以，到时候你刷给别人也可以，就反正你在他直播间抽出来了，直接银卡来。那你想一想，当天晚上有几千人在抽吗？几千人？我的妈！几千号人在那。他应该赚回来了吧？有没有赚回来？怎么走了世界？那肯定是赚，每天晚上都有，每天晚上。我靠！太疯狂了，是吧？那之前很多人都为什么？肯定是能赚钱，肯定才有那些工会做那么多。就是说，以前我们统称为什么主播呢？叫做盒子主播，盒子就盲盒主播，就你但凡是个人，哦，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你就给我这里做的，你什么也不用做啊，就摄像头看着你，然后别人抽，然后这里有那场控运营在里面操作啊，你就在那里打游戏、唱歌、跳舞都行啊，你即使不说话，赚你不感谢都行。牛皮！以前就看到一个直播间，他妈的开颜值的，那个女的戴着耳机在那里打游戏，然后直播间就礼物一直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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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知道干嘛，他也就内心毫无波澜啊。对你像不像我们一样收到一本魔法书啊，收到一个虎牙一号，他妈鬼喊鬼叫的，他妈内心毫无波澜。妈呀！那我他妈的，你出多少关我屁事，我一个月就领你3000块钱。羡慕了。万总刷了800多个超时空战舰，依然是停额 AAZZ 一阶。有时候交流起来，他说大套还没开始，真正的开始。我会说他妈的，年纪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才能够算我真正的开始？跟时代不同了，现在不像以前了，感觉很多东西都变了，感觉变味了，变了。唉，直播间真黑。我的妈的，我还没直播，打开虎牙我就看到
西西100多万的人气啊！刚前面还在10点的时候，我说：“哎，姐妹们，我装了个逼啊！”我说：“带我姐妹跟你们玩啊！你们看，百万人气主播，你们羡慕不？”他们说：“好啊，好啊，好啊！”结果就被别人约了，结果好打脸啊！他妈的，哐哐打脸。去那个什么苏格那里玩了什么惩罚苏格？对，约了他们都提前约了。是不是玩的游戏都虎牙没什么人玩，是不是？我感觉他也是挺有想法的一个主播，但是一直播不好，确实也是挺难的啊。但是播为什么？反而那些我感觉，反而那些经常主持的那些就吃的很饱。他也经常主持啊。不是，但是苏格他跟他们不一样，就他们不知道大哥是喜欢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就我觉得你直播挺专业的，就很专业，就是舞蹈局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个苏格，他们就会有节目效果玩。嗯。但是还没有人，别人就。在那里，姐夫吃的饱。嗯，我知道啊，我知道大刀之前是大哥。哎，你有没有看？谁说的？乱七八糟。没有。嗯。还是大刀优米，你干嘛？优米啊，嫌疑的大哥。哦。优米干什么？嫌疑的大哥。哎，我们可以把韵子拉进来耶。韵子吗？他跳完舞的是吧？他空了。咱们拉视频连麦吧，好不好？可以可以。是女主播的大哥，哪个女主播的大哥？八卦一下。八卦一下。结束了吗？没有在语音。Hello， 老婆。Hello。韵子也是扭了一个晚上，韵子。Hello， 对啊，好累啊，反正谁好玩。他扭了一个晚上，我反正一直在观察。刚刚我们也在舞蹈乱斗，刚刚、啊、今天晚上我约人从。我刚做主播的时候呢。八点。我刚开始做主播就是在虎牙，我现在还是在虎牙，我都没去别的平台播过。说实话，是虎牙的狂热粉丝。妈的，今天虎牙还毙了我4次，真是丧良心。我只知道大刀是很会玩，真的。但我之前老板确实挺有责任心的，他那时候我从那里走了之后呢，然后 我其实有很多想法，其实、就是刚来正恒那时候播的还蛮好的，然后那个老板就给我发消息说什么，这是我带出来的主播，你看现在播多好呀，是我带出来的主播，就感觉我刀书也常常在播吗？他也是夜间主播，他去 DY 了。因为那个老板很讨厌正恒，因为之前那个工会的老板，他就是正恒之前的主播，然后后面他不干不在正恒播了，他就出来单干了。就是正恒的主播。今天书也常给我发信息了，今天说想我了。嫌疑都来 DY 了，你啥时候来呀、啊？书也常吗？哎，对啊，你问问苏月婵，你问他了吗？他在那个 DY 过得怎么样？他说比虎牙好。那边不好播吗？我不知道，没。我那天看到苏月婵了呀，我感觉我操，他在 DY 上那个美颜挺好看的。你如果说热衷于直播，想要表达自己很多东西，但是你想摸鱼的话，那可能是虎牙好一点啊、因为有人际关系。有朋友啥各方面偶尔能吃一次，但那边真的得靠努力。你第一方面你直播得努力，第二还得拍视频，还得去发啊，你这个才是最痛苦。对，我觉得摆烂养老播适合在虎牙，然后要努力播就适合在迪拜，是不是？对对对，你看了好几次播一班，我跟你说播一班那边提成高。看了苏玉婵在播吗？他好家伙呀！所以之前在虎牙播的时候也挺不错的。嗯，我跟你说，苏月婵相当于说阿刀的贵人，上线时间也上线。阿刀的贵人，因为两个很关键性的大哥都是他从他那边介绍过来。哎呀，谢谢优米开通的超粉。是的，之前大刀就是经常带我玩，然后带月婵玩，我们几个经常一起玩，是吧刀？
你知道吗？老头节奏苏瑞强那边过来的，老王也是他那边过来的。不是，我跟你讲，苏瑞强他这个人就很奇怪，他很好看，然后很容易吸大哥，但是他就是他那时候在虎牙播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留大哥留的不是很久，就大哥看他就看别人去了，不是只是你，是的，还有我跟你说，就是大哥就看别的主播去了。林韵子之前有个大哥，也有个超黄叫 CC 叉叉 CC 西黄，也是苏月婵。对 ，CC 哥之前看的第一个主播就是苏月婵，然后给苏月婵刷了十几万，然后就去看 OPPO 去了。欢迎王权哥。开通了什么公爵？开通了君王，刷刷刷，跳了一个晚上啊，跳了一个晚上。他牛大哥的能力比较差，但是他开发大哥或者说吸引大哥的能力强。安姐夫，他因为他真的很漂亮，他跳舞的时候很好看，他跳舞的时候很好看，他那个眼睛，他那个氛围很吸大哥的。哎，我这有大哥也是给苏彦辰刷，然后过来给我刷挺多。是的，那个什么大哥能力很差。虎牙的 YYDS， 叫那个大哥。虎牙的 YYDS 也是个帝皇，怎么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像老王的手笔呀、啊哦？是吗？是不是也是个帝皇呀？那个帝皇好像也到处刷哎。嗯，在我这、那段时间我没播，但是在我这刷，我那时候看你们就是都五宝六宝的，我靠，这个帝皇到处刷。有一个瓜，苏月婵以前就是说跳舞的时候啊，就是。贵宾席几百号人乃至上千人都在等着他看他跳舞啊，连一个主播他爸爸，以前有个小橙子你们知道吗？小橙子就哭牙的那个小橙子，我知道，连他爸爸看虎牙都盯着苏月婵看的，我操，对，真的，我靠，之前虎牙不严的时候，就是可以露沟的时候，我看那个苏月婵录屏，我靠，她穿衣服也很性感，身材也很好。他跳舞跟坏空空的贵宾席差不多，都是几千人的，你知道吗？我说我操，孙燕婵，你这粉丝怎么那么多？他是80万粉丝还是60万粉丝？我靠，他以前订阅涨的很多的。他也是一代神话，有吗？真有，他以前是一代神话，只是说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比较晚了，比较晚了，比较晚的时候他是断播了回来播了，在虎牙。阿阳哥，你没有看过孙燕婵吗？挺漂亮的，是吧？对，河南那边的，给你们看一下啊，就这样。对，我们俩还是老乡嘛。我觉得他性格也挺好的，就跟他聊天什么都挺好的。但好女生，就是大哥在那里留不久。欢迎春生哥。可惜那时候没看过呀。哦。哇，他怎么说呢？先来说22年，我是他贵人，他也是我贵人吧。然后他给我介绍挺多大哥，我也给他介绍挺多大哥。可惜那时候不认识他。优米那时候还在干嘛？优米那时候还是在打哈哈，在打哈哈。优米，优米你出来了吗？出来聊一聊吧，就。谢谢春生哥。问他一个月流水多少酱油。但那边大哥就是长吗？他不肯说，是要靠自己，他不肯说，他不跟你说啊，他不跟我说，可能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吧。他说跟以前他在虎牙可能差不多，但是那边提成高啊，收入多啊，那是不是那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差的，应该是不差的。秦小兔也可以啊，那比秦小兔，秦小兔多么老多么久了呢？秦小兔的 DY 都500多万粉丝了。我就说，他说的跟你一样，他说是他比较喜欢电脑横屏看，不喜欢竖屏看。哎 ，DY 那边也可以横屏看，就开横屏的。可以开横屏，但他们直播一般都是竖屏直播，就横屏的少。那些是相当于手机嘛，你电脑的时候可以开横屏啊。电脑用单反也有竖屏播的。也有。对，你们手屏横屏，有的大哥他喜欢用看电脑看直播，我是播了虎牙的。春生哥，龙哥你是用电脑看我还是那个手机看我？有的大哥他喜欢用电脑看直播，所以他看不惯手机的。嗯，用电脑看直播的大哥一般都是看电脑主播。
电脑看还只是一方面，还有人投屏看的。哦，你都看。你是不是有的时候电脑打游戏的时候把我给挂出来，然后听着我的声打游戏，可有激情，哭哭打。就是手电就是那个键盘都能抠冒烟。也许你发的那个现在说怎么说也是现在擦边类啊，不属于正常范围直播以内。欢迎我家长，欢迎咱们的守护神，欢迎家长，欢迎我世界哥。世界哥之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大刀也是在那边等我，说期待我去那边播，应该比较适合那边。我操，家长金牌子了！世界哥荣升超黄，哇，都很黄啊！荣升超完了之后，我的牌子也黄了。电脑看着我，手机打着游戏。所以你又走吗？干啥呀？工作吗？我不知道，我想，我想过去那边试试啊，过去那边试两个月，明年的时候嘛。这个他说我适合那边，但是之前也有人也说我不适合那边，他说你都没有老公粉老婆粉，过去那边可能会饿死。欢迎路游散人，播这东西。对，但是他我喜欢创作吧。直播风格有要点舞吗？有的他不是靠那个老公粉老婆粉的。点舞的话，我们是一把钞票枪。你的尺度，我今天晚上哥，我问了苏叶蝉一个事情，我说那边有舞蹈乱斗吗？不过你的尺度估计会上网。他们都说虎牙的主播把 DY 的那个虎牙文化都发扬光大了，就是那个我去 DY 那边能不能玩那个接力，能不能玩那个溜溜。江南，你知道一个事情吗？我们举办那个舞蹈比赛的那个视频啊，在那里网上都能干得到的。前一段时间我出名了啊，我出名了，不过是在那些网站上出名啊，那个网站上。好家伙，别人发言我都笑死了，我都笑死了，而且那个比赛大套乱舞，我儿白，太厉害了，简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想重新走一条赛道吧，苏叶蝉不知道你是世界哥哦，你有给他刷过吗？你有给他刷过吗？他今天。这个在那边也刷呀，刷肯定，大哥估计都是玩来玩过去的，嗯，我明年嘛，明年，在那边刷了400万，天哪，我靠，天哪，是一个账号吗？400万，这也50多级了吧，真好。反正苏叶蝉，我感觉他那灿烂在那边，我不知道播的行不行啊。刚才在交流过程中，他说还可以吧，那就还可以吧。你也不知道刷哪里了。哦，对，那边好像查不到数据，那边好像个人也查不到。DY的主播好看。DY 不能查个里自己的账户刷给谁了吗？应该可以吧。他没有我们这边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一点开就知道刷给谁了，这。那边太大了，数据，DY 那边的他应该出一个，就是说主播好看吗？好看啊，那边估计不缺美女，实话实说。对啊，那边美女好多呀，就是说那边的美女很多，然后好多主播长得挺好看的，然后播的也挺辣的，美女太多了，美女太多不好看吗？不好看，没有虎牙的好看吗？去那边直播就是那个颜值竞争压力太大。一刷一个见光死、哦、那边美颜太厉害了，真的，那个美颜效果太厉害了，美颜效果，拜拜，就他妈的，我看过一个男的，他妈开个美颜12级，我的那个美颜的名字就是嘲讽他们的，好看是超级超级，哈哈哈哈，好看的超级超级贵，笑死了，妈。哎，谢哥，上次你发给我那个 DY 那个贵吗？那个挺好看的。一个小白花到现在这领主，
那挺好。对呀、从小孩班我送到了邻住，在那边已经翻了五六次车了，这样子吗？看来性子挺多，看来啊，哥，你在 DY 应该保护好自己呀、对 ，DY 啊，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没事，哥，等我到期了，我明年我去那边守护你。哦，不是啊，好吧。让我抬起头。他指的是本人不好看哦。哦，说翻车没有本，就是那个没有本人好看、就美颜开太高了。他那边美颜确实挺厉害的。一般都是那个不会跟直播间差很多的。对，虎牙上级应该是这样。电脑播应该也差不多吧，就手机播可能调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怎么虎牙好像去年的美颜没有今年的变态，今年的感觉出了什么很多瘦身啊、拉腿啊、丰胸啊。我看到有些女孩子的丰胸了吗？没有丰胸吧？上半身一直跳，一直在那里跳啊，一直、没有吗？现在虎牙上出的有那个美体，就是可以让你身材变瘦。对，有个瘦身效果，还有拉长。然后那个屏幕就一直在抖。还有那个腿可以拉长。虎牙有工会，都面试过了。那哥是在哪里面试哥？全身体检吗？DY 主播有反差，我到时候 DY 我看到的。DY 那边美颜真的很恐怖，他美颜然后加上滤镜，加上美妆三个，那你虎牙可能没有那么，就一个挖开播嘛，没有那么复杂嘛。对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得擦亮自己的眼睛啊，切莫不可信。你, 你看。你看一些女孩子照片就有点奇怪怪，你就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那就断定就是啊。你看过那手比自己的脸还大的吗？我啊，那就没有那种就是我啊。哦，你啊，不是，我看过有一些就那头小小，啊、那手老大，那手啊，那肩膀很宽，就是、头就一点点头啊，对。放嘴边就变形了，他抖。我也会变形啊。不过你高，你高不一样。你高，谢谢豪哥，欢迎墨哥。我在说那个。西西的手这么大，西西，你的手真的比脸大吗？我手挺大的，我手挺大的。高啊！我很高的。对他，我身高比较高的，应该是手脚也是比较大的。我的手就那么大。我手很长，我手肘很长。你的手脚应该不。应该是不大的。我的脚36码的，我的脚也不大。对，你的脚感觉很小啊，有时候看你 KKT 啥的，应该是挺小的。我手大脚大。手大脚大。我全身都小，因为我很迷你，我长得比较迷你。我跟西西在一块儿是个反差。有一次他们两个人播户外是同频啊，看他直播、我跟西西，你最喜欢谁呀、世界哥？一个在那腰旁边。你们两个最喜欢谁呀、世界哥先来我直播间，肯定是比较喜欢我，是不？看到你的大长腿了。欢迎沸羊羊。世界哥，你喜欢谁呀、世界哥喜欢我呀。杰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感觉一条命不够用。运子的脚比你小12嘛？怎么可能？他多大？怎么可能？杰哥讲话啊，可能是够用，够用、成年人都不做选择，对，都来吧。我不用选择。问这种送命题。这种题还是送命题啊？送命题，那你到底是喜欢谁呀、西西又问上了，西西。什么？哥，我榜上还有女主播在这里，西西就是、在这里期待的答案，我榜上啊，我榜上还有女主播在那里偷听啊，对，在那里偷听啊，哥，在那里偷听上了。他在那里偷听上了，小优米还在那里偷听上了。小米还偷听上了，欢迎 Z 哥。你最喜欢，大刀，大刀。OK 了。我最喜欢你，你们把鼓掌给大刀。你们不知道吧？最喜欢我了。
有你不好直播搁这听我们讲话是不是？泡鱼干了他。他出来了，优敏出来了。欢迎我家长，欢迎最喜欢我的家长，亲一个。哎呀！啊，对，我在外面说最喜欢大刀了啊，成功的啊。最喜欢大刀了。帮我家长，帮我世界哥啊排忧解难啊！哟，这什么问题呢？就我来出马了，你们别问了，那个是我。争风吃醋，欢迎扶我哥，哥我太荣幸了，哥。那个图我应该把它截下来啊，对。然后别在我的直播间啊，对。以后说你们说什么都不好使啊。哎，他在直播，邀请不进来。嗯，大刀帮我喜欢一个，我喜欢另外一个。哈哈哈！欢迎梦哥，这也行。不是，我感觉怎么这这道题又送命题啊？一梦哥，你在干嘛呀？送给我这题啊！大刀帮我喜欢一个。大刀的选择不重要，世界哥的选择比较重要。请大刀回答。大刀的回答，请大刀回答。大刀，你回答吧。大刀要纠结死了。我想想怎么回答。你先睡觉了。想想阿阳哥，你要睡了。谢哥说：“大刀帮我喜欢一个，我喜欢另一个。”软软下，我靠！我选择大刀不喜欢的那一个。嗯。一梦哥，你今天感冒怎么样？你头还疼不？现在玲玲十二点的时候就睡了，他最近可忙了。他哥这样子吧，哥，阿里旗下的最近双十一他可忙了。你看哥，我也跟你认识很久，毕竟是不是咱们也是长子啊，有个大字排前。不疼。那咱们能不能就是说破坏破坏规矩啊，破坏原则啊？我都不选择，都给我都喜欢，你让给我吧。欢迎新坚哥，我说都喜欢啊，对，你们都让给我啊，你去喜欢别人好不好的？原来我说他 A 了，真假的？嗯，不选了，我不选了，不能吧？我都要 A 了。拜拜，小哥，随便 A 了没有吧？可以，那我走。哥，走了你还会回来吗？哥，如果走了你一走了之不回来的话，那我就不选了。真走了。好。好。世界哥会玩这个。好。好。好。他说了一句可以，那我走。直接走了，直接。好。啊，没事了，没事了就好。唉，谢哥真的是杀人诛心啊，把我拉下水还要踩我一脚啊。等我打算吃点褪黑素抓紧睡觉。罪魁祸首啊，牛大刀，你明天是有事儿吗？优米八米的，你今天播了几个招子，优米呀、啊？我今天过了十二点都没破千呢，我这个流水。哎。然后跳了个舞，还踢下播了。谁被 A 了呀？大刀是最受伤的那一个。是软软被 A 了，他们说软软被 A 真假的耶？不是吧？不能吧？他逗你们的，他只是被毙了三个小时而已。我靠，我觉得不能吧，我操！我之前被 A 的那一次，我都伤心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真的。一直有一次被 A 了50%的流水。你要不要给西西升个牌子？一梦哥，我感觉前面直播他妈的虎牙都把我流水扣完了。他那个月流水也蛮高的，我被扣那个 15% 的流水也是扣了30张宝图，我心态都要崩了。嗯，我靠，流水很高的时候，那时候
而且那个大哥还不知道，你知道吧？找不到他，还不知道他被 A 了，他以为就踢下玻璃。那时候太阳哥不知道我被 A 了，最受伤的是这一点。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 A 了也是怪我自己，自己把自己跳 A 了。”我说：“大哥不知道就算了，那也没辙。”哎，后面他去你直播间，他知道吗？你有跟他说？没有。后面有没有去啊？后面就没来过我直播间了。我那时候好亏，然后大哥都骂我傻逼，说我靠，为了吃两张宝图把自己扣了150000流水。啊，对，我记得他那个月流水好高，超高的。对啊，那时候流水可高了。多少钱啊？我熬死了。是多少流水啊？30多万。那个月播了，那个月十几号播了30万的流水。我靠。然后扣了一半，50%。对，那才不到一点点时间。血亏，真亏。血亏啊，你知道吗？心都要炸了。我说啊，我 A 了，我操 ，A 了一个 ，A 了一个月，扣一半的佣金。我的妈 ，A 我封我一个月就好了，还要扣我佣金。欢迎世界哥，欢迎世界哥，欢迎家长，欢迎世界哥。世界哥，我们三个谁最好看呀？世界哥。世界哥你最喜欢谁呀？世界哥最喜欢谁呀？世界哥现在比较宠优米啊，我看是的呢。难道我跟西西都不重要了吗？别逼逼在这里又开始了，又开始放图了。我最喜欢大刀。放图了最喜欢柠檬哥。你现在就吃褪黑素了吗？柠檬哥别问了。你们都没发现世界哥的超神在哪开的？就只有我发现了。真的，我发现了。发现了呀。我说有人给我发截图，就给我看了，然后就看到那个升超皇的那个图了。我说这是虎牙上的那个叫啥来着，金沙白月光叫啥。嗯，我说就白月光那个词儿来形容这位可爱美丽的主播，就是白月光。我今天还跟大家讲，200多天没播了。我们都是那个什么来着？优米，本来以为我给他开的，没想到你会烧香。没有啊，我没有觉得你会给我开啊，我只是会觉得说你应该会在这段时间刷的女主播之中会挑一个开吧。我没想到你会烧香。对，不过这个没想到。对，烧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纪念。哦。哦，纪念，这叫纪念。哦，这个词形容好，没想到你会纪念。哦，纪念那段世界该挺重感情的。所以纪念一下。你会去坟头超神？对啊，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会去他那里超神。真的，我坟头想过谁都有可能。我有想过会不会是男主播呢，但是打死也没有想到居然会是他。男主播不可能的。男主播我想知道他是退网了吗？看到好久没播了，290天了，快一年了。290天了，我靠，290天了。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吗？一转眼都一年了。都一年了，快一年了。一转眼都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天哪，有一年了吗？时间是过得挺快的。对啊，这辈子都不可能男主播了。快呀，有一年了。那如果不是烧香的话，你会在哪超神啊？在韵子这里。大刀可能你还真适合去 DY 开辟战场，那边风格百变又剪辑宣传，试试呗。我这个月结束了之后想一想，构思。这虎牙真的太难播了，虎牙拉就找人。我今天从8点多开始找人，找到12:40，找不上人。找
找人干嘛？那么嗯，找人打局啊，打十二点半、啊、找不到啊，嗯。哦，今天就没有十二点半，但是有人拉我跳了舞蹈激励，玩了四把，我靠，跳了四把，尼莫。我前面跳个舞被自己踢下播了，拉了，拉了，拉了就找不到人。前面也是被毙了一次，今天被黑了三次哦，尼莫。昨天被黑了两次。我今天。我刚刚本来都想下播的、哦、不对，两天一共四次，靠，我都播了两个多小时了，我的宝藏一动都没动呢。是这个，我去给你开个守护焚天之火，看能不能亮灯。哎呀，雪哥哇，谢谢叶雪哥，谢谢叶雪哥的密钥。有没有人帮我薅个羊毛啊？有没有人帮我薅个羊毛啊？今天周二了，那个周星的人气没了。周星是从周二到下周二吗？嗯，对。谢谢叶雪哥，开动的超粉。啦啦啦！妈呀，这天好冷啊，手脚冰凉、啊，我要买两双棉袜穿。谢谢叶雪哥，谢谢叶雪哥的钥匙。哦，哦。大刀声音呢？大刀，大刀怎么没声音了？啊，你刚刚没讲话呀？没有啊，我在对方那个啥。哦。我看一下，我操，尤米的分怎么那么高啊？四十二分了，我的妈呀！什么四十二分？你那个积分啊？在哪看啊？大刀发到群里了。你都四十二分了、哦、你这是跟大刀粘黏在一起了，四十二分，而且应该你这个口罩被你用的不错。对啊，别的男主播说想跟我玩，想拉我都拉不到，他说我天天跟这个大刀我俩粘黏在一起、这个、我一开播就被他拉，他说想拉我根本就没机会，这样可以抽烟要死了。那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故意的就是让他们拉不到。谢谢野雪哥，我最近四倍亲密野雪哥，可以多升升牌子，牌子掉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想想，你得想一想他妈，你说我跟大刀玩，大刀痛苦啊，对，月底他得差不多了，月底。你就一种反。反向的一种、嗯、对，大刀得掏到了，大刀、啊、你不知道我们潘多拉计划有奖励的吗？我知道他那个奖励是什么啊，我知道是有奖励，但我不知道那个奖励是什么。上个月优米领了700块钱。我靠，妈呀，是红包啊？红包啊，哇哦，要你出啊，大刀。我自己出啊、我出固定的，然后大哥们可以加码，就是说想要给也可以，不给也可以啊，但是我的奖励是、哦、因为上月吃了我一个奖励，我也套兜了。哦，真好，那还挺好的呀，人家跟人家男主播玩都要给医药费，跟大刀玩大刀给你掏钱，我的妈，属实格局了。这一块，对呀、啊，太难了。大刀把男的打到他脸上，你说他跟他玩，他还得给你掏钱；跟别人玩，你得给别人钱，是不是？对啊，所以说我喜欢跟大刀玩，因为有的男主播你知道吧，他拉我们舞蹈乱斗， Hello, 我们在那全程跳着舞，他又不跳舞，完了，拉了几轮乱斗之后结束了之后，让我们给主持费。
还要让我们给主持费，真的是。哎，舞蹈乱动我吃不上，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主持费的，把哭哭跳了四五轮还要给主持费。对啊，出力的是我们，我们也没怎么吃，就是跳得很累，他就坐那还可以欣赏舞蹈还能吃舞蹈费，天哪。终于有人播明白了家人们了。这主持当的也太爽了吧。是只有第一名有还是前四名都有啊？前四名那金额不一样。第一名500，第二名300，第三名200，第四名100，然后大哥随机奖励。我差八分。什么差八分？什么差八分？你说积分吗？嗯。那命运值在哪里啊？你没看到我吗？我操！运值11.5，我操，差了优米不，差了优米，差了他31分。欢迎夜雪哥。我叫了个外卖吃，好饿。哇，谢谢选歌区费建皇3个月4个月。谢谢夜雪哥5个月啊，哇！感谢夜雪哥，嗯。欢迎云溪。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烧烤，有点上火。抱抱抱！感谢夜雪哥的魔法密钥。抱抱抱！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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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西西11月份也过来，10月份。我，啊，加到潘多拉里面。对啊。啊，下个月，哦哦哦。对，因为每个月都有限制人数的嘛。哦，下月开始是吧？哦，这样的。对啊。那不然他们很多人报名啊。你看，然后还有这个图，就是平时没播或者说直播的，放在我的左边。一直打广告循环了。哦，苏哥。一人15秒，之前1人5秒，我觉得太快了。谢谢清晨。做的长一点，大哥待的时间还久一点。欢迎清晨。对对对，你要看完估计得花了几分钟时间。啊，但是我人不会放很多，啊，你这个月没分数的。多和大刀玩有红包。不想参加的。嗯。我为什么会搞一个这种东西出来，就是他妈的，就是舞蹈乱斗之前老是约不到人，气死我了，真的气，真的。大哥想要看他大刀你行不行，问了我句话，大刀你行不行，为什么你拉不了人。以前3v3一拖舞的时候，他妈的拉5个人10秒钟，现在组一个舞蹈乱斗这么久，那第一个是退网的多了，男主播多了，人不够用，就这样，没办法，卷吧。不赚钱先卷。我都已经猜到了。笑死。有时候舞蹈乱斗还开不了局，对，是这样子的。哦，你们知道那个陶一吗？每次跟陶一打，每次都打不过，然后就一直跳，一直跳。我靠。陶家那个大哥太厉害了，陶一是吧？嗯，一个局。对，我看到那个大哥猛猛刷耶，但是每次刷完陶一，然后他就去播游戏了，对，就是打王者。成瘾哥，我看他经常播王者。成瘾哥，嗯，我每次跟他打都打不过他，我靠，每次他一上来就是1000破千，打不过了，2000打底，然后5000、7000、10000都有，他每把都是这个样子，就每次就跳，好累啊！天哪。谁组的局啊？
就刚开播的那会儿。书生呢？书生。哦。好几次遇到陶艺，反正每次都是跳跳跳，就跳得很累的。还有刚回来那会儿，结局了。刚回来那会儿没有结局呢，才刚开始呢，怎么会结局呢？ 太厉害了，多和大刀玩就不会了。大刀跟大刀玩还是挺好玩的。啊，还哥还是会的，还是会有时候开不了局。上厕所啊！现在跟以前真的不一样，现在，嗯，现在真开不了局，因为这种。实话实说，我就说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东西啊，就以前像以前刚刚开始三 v 三的时候，哎，没打过突突很好玩，玩多了腻了，可能一两个直播间有人能做这个是一道节目，但是人人都去做，人人都去玩的话，整一套下来大哥也麻木了。对，而且好，有些大哥都说，怎么你他说你怎么天天舞蹈乱斗、啊？感觉他说看舞蹈乱斗看多了容易脸盲，这样说。是的。欢迎十二月。刀打年度吗？我被淘汰了，爆笑小明被淘汰了，进不了十强。打不了。他刀是真的黑，从150到200才能破百。那你就直接刷呗，你要实在抽不出来的话，就直接刷呗。哎，我这边也是抽第三天，今天第四天了，抽了三天都不连个那个什么，连个樱花树都没有，我就很无语。欢迎兽班哥，天哪，还没睡啊，兽班哥，晚上好。我黑，天黑，好好好，嗯。今天上线上的真晚，大刀黑我也黑，我也黑，我直播间才最黑，我直播间黑吐了都。我操！十二月出270万虎牙佣金。天哪！够开十几个地方。让我抬起头，在地下车库，在地下车库是刚回到家还是要出门啊？欢迎大白，先溜了，好。下次再来，好的好的。哎呦，我好饿呀！叫慢啊！叫了，还没到。欢迎旺哥。撸一个赛道不和那些大哥。我本来我不知道报什么了，不是，本来想报什么。谢谢叶雪哥。我感觉那个什么才艺赛道的那个挺容易打的啊，那个没什么人去报。我报了爆笑掌门，没想到那些大主播都在里面，那能打的有条件的男主播都在里面。因为我21年的时候我报过一个爆笑掌门，那时候拿下前十吧。好像第十名垫底。天哪，他这个要打的话打100万他又会有奖励，看那个上面说。翠蜜姐姐有想法吗？
没有啊。有想法的都不会跟我聊天了，你应该去问那些左一左二的。嗯嗯。先，你看我这流水，配吗？这流水，我的流水配打零度吗？这个，这流水能配打节目？本场的吗？这是？没有，刚断播了，断播起来，重新也差不多，差不了多长。可能今天播了本场直播，估计播了有1000块钱吧，应该有。大刀别怕，我来了。叶雪哥说他来了。真的吗？那报棵树吧。欢迎十一，报棵树吧。我虎牙是这样子，前两年也会有出那个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没办法。秀班哥咋不说话了？秀班哥，是不是车库没信号？秀班哥，妈妈熬了妈妈。欢迎叶雪哥。叶雪哥能不能抱棵树给我？叶雪哥，虎牙我这么难了啊！我叶雪哥他妈黑了，就认识我多久黑了多久。今天晚上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照顾？10块钱抱棵树。欢迎旺哥，暗中观察吗？你在旺哥。好，好，天哪，虎牙，我丢雷楼西，虎牙虎牙，我都这么难了，你还要吃我6.4？好好好好好，准备到期了，我不跟你玩了。来你这里赚钱还得看概率啊，对啊。天哪，可以可以可以，虎牙虎牙狠，虎牙虎牙太狠了，虎牙。嗯。玉子在吃什么？玉子喝了一罐奶昔，太饿了，家里没吃的。怎么回事？流了洗脚了。哎，好了，摄像头好了。我等会儿我也下了，等会儿。哎，优米，你那两套照片什么时候 P 好？什么的？又过了一个星期了。嗯，还没 P 呢。运子有没有去拍运子？今天南风发了我3张，不够。我打算去拍写真去。我也想拍，我想去杭州那个美人计拍。不玩，谁骂我了？操！我也想去拍，我拍了那么多家写真店，我觉得美人计拍的是最好的。我对你不抱期望。乔露露上次发给我，还在抱怨，她说他妈的去那个影楼啊，拍了8000块钱。8000块钱三套，他说自己拍的不好。你要 P 啊？我看了一下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都得 P。我上次拍了9000多，我靠！因为修的照片太好了。你拍了几套？太多了。你在哪儿拍的？3套，也是3套。就美人计啊，是不是选的照片太多了。哦哦哦哦，我那次拍了3万块，感觉哪张都好看。一共加起来3万块，我靠！西西那个也好看，西西拍的那一套也好看。他这个东西拍完了之后，我下次再拍写真选片就不选那么多了。我有一家，我在四川那家店拍的是原片，很好看，修出来很垃圾。那是他的美工底。那修图师不好。你就跟他要原片呗，你就自己修呗。他原片不给我，他不给。对对对。我跟他要了，他只给我加了那些照片给我。好恶心啊！一般都是送底盘。他不送。一般都是送底片的呀。不送，美人计的是全送给我了。我靠，他留了废物啊！这种人真的好恶心。美人计的那个是都给我了，但是美人计的底片全给我送，我懒得批，我感觉。我也是啊，我有好多底片。美人计的服务也确实挺好的。对。就是他把底片送给你，然后他还会给你。哦，你们去的是连锁的是吧？
美人计拍的确实好，后期很牛逼，美人计。对，当时拍那个朋友圈背景的那张，我觉得好丑啊！然后他秀完之后我直呼我操，绝绝子啊！对啊，昨天一个场控给我介绍一个女主播，问我说会不会做视频，我说不会，我说剪辑的话会，问我直接做一个视频出来，那不行，太高难度。静悄悄啊，没生意呀、啊，家人。欢迎秀班哥，欢迎秀班哥，欢迎秀班哥。我的妈的，直播哪里出问题了？有没有人能够给我点一点？没有，你没有问题、啊。主要现在都是这样子，大环境不好。秀班哥，你在干嘛？从九月底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啊，九月底到现在、啊。请你吃外卖，请你吃屁。那你得问简南哥，简南哥不在，简南哥不在耶。欢迎新月哥，又狗我是吧？你又狗我是吧？等我看我今晚年度能不能拿第一吧，拿第一名了之后，我请你吃200斤的腰子。我操！这个大饼啊，新月的这个大饼，我先吃了。但我想想就很开心啊！我操，我希望新月能拿年度第一，这样就能吃200斤的腰子了。欢迎星月哥，欢迎星月一车里睡觉，你怎么不上楼啊？三儿哥，怎么不上家，不回家？你是回家心了吗？回家心了吗？200斤腰子被打几千？对啊，所以说我拿第一名之后，我必肯定请你吃，肯定请你吃200斤的大腰子，真的。世界哥是皇帝吗？还要拜见？谢谢三儿哥。这次好黑呀、啊，在哪里开的？是的，是的，是的。你上楼啊，你的弹幕回家去睡觉，到了230。没看你弹幕啊，躺床上不好吗？600块钱包230。我靠！啊，这个好黑呀、啊，这次。家里还有什么吃的？看看有什么吃的，肚子也有点饿了。躺床上去不好吗？啊、上次是这个号报的鲲鹏，是不是？哦，那时候没看到耶。这个号报的鲲鹏。睡不着，2点半。我觉得得赶紧睡，不睡的话，你过了睡觉那个点就睡不着了。跟我一样，我每次就是到睡觉那个点就睡不着，过了那个点就睡不着了。不想回乡下，我找秀班哥聊聊。然后妈起来洗个脸，真的假的？很帅，真的吗？我没见过他照片。让我抬起头。我知道啊。我只知道我听他说过他的头发是红色的。我二十三。秀班哥他说。我二十三。他说想让你请他吃腰子。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大刀呢？咋了？大刀。等大家回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帅个锤子小胖子，好，发我看看呗，你的自拍照发我看看呗。告诉你们个惊天大好消息，我靠，你们知道了一定要开心死。我操啊！00的，对，2000年的。过年就24了，我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以为我那会儿20岁的时候，马上就到了该结婚的、该结婚生娃的年龄了。过了那个20岁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的。23岁，我操，过了年就24了，妈呀，觉得好快。对啊，感觉好快。嗯，我们这边虚岁的话，我今年是24岁，过年就等于是25岁，但是我是算周岁的，嗯。不是啊，虚岁就是大一岁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啊，虚岁就大一岁。我妈说我24了，说我今年24。说我今年，说我过了年都25了，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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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零年这么大了，零零年这么大了，我靠！零零后，曾经的零零后，现在长大了，长大了，零零后长大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快说！什么好消息、啊？马上要过生日了。那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视频海报早能做了吗？我是天秤座的，没有哎，真的没有，我还没有拍写真呢。哦，我有这项业务哎哦。大刀，姐要找你大刀。做就是做海报是吗？优米，你不该帮我推广推广吗？优米。对啊，就是帮你做视频，帮你做海报，帮你做宣那个什么。听不见，生日视频也可以做啊。什么听不见？可以啊。啥时候生日？就是大哥，就是你，我们过周年过生日都会放那种视频嘛、哎，可以让大刀做。嗯，我现在对于做这种视频的一个就帮别人做，他想接这个活，就是一个，对对对对，想，这怎么说呢？有一个见解。就可以就是说直播间提一提，就是说对你很好很好的一些大哥，说生日我直接听不见，介绍一下大哥你对他的看法，你对他的想法，想要对他说的话也可以做，放一下礼物啊啥的。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是看礼物剪辑剪的也挺好的，没有看点，但是你的直播间对他一个很真诚的话，对他的印象，对他的想法啥的，因为这种想法是从哪来？我以前看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写过，感觉挺好的。但是不过只能是一个建议，只是啊。但有些比较害羞啊，啥可能方面，像我比较害羞的话，我就不写。嗯，秋班哥，那人家做那种沙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你会做那种沙画的吗？嗯、就那种沙画的。沙画，你可以找个样板给他看看，他不懂是什么。就那种沙画，就你在讲这个事情的经过的时候，别人然后一只手把用沙子简单的画出那个场景。那个俊的生日，我推王一天。好好好，他妈的，谁开个账号，谁开个什么客官不给大刀想你了，去苏月长的 DY 那里发的。是谁？客官不可以。是谁？客官不可以。笑死喽！你们饿不饿啊？你们？哈哈哈哈哈！笑死！秋半哥，你回去啊？你上楼啊？上楼睡觉啊？在车上干嘛呀？你不想回乡下？我跟你说，月长这个人。他有一股傲气，然后他赚的钱也不乱花，这个人挺狠的。他可能他的衣服就很便宜，几十块钱，首饰那些估计都不是真的。他兜里揣着一两百万，实话，我心情好，老子就播给你看；心情不好就拜拜。但这种东西他不会说出来啊。但是我以前跟他聊过，那你咋知道他兜里揣着一两百个？你咋知道他说的吗？之前跟他聊天就朋友嘛，交流嘛，就揣兜里。我说你的钱都拿去干嘛？买车买房没买？我买衣服买首饰假的，直播衣服很便宜的，就揣，底气很足的那种感觉。我估计到现在估计不止了，前年的事情了，行。哇哦，我靠，前年就一两百万了，天哪！那他播了很久啊，他播了比在座的都久，是吧？他以前不在虎牙，以前在其他平台，其他平台再过来虎牙。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苏月禅，月禅是不是狮子座的呀？好像不是吧。好吧，好像是，他好像是天秤座的，天蝎，是个狠人。他是天秤座的，要不是天秤就是天蝎，反正他好像是天秤座的，应该天秤座的。
我好像之前有问过他。长沙在江苏离挺近的，真的。龙哥，你睡着了吗？龙哥。要不要来找我，秀半哥？西西，你在炫什么好吃的？西西，炒饭。你在吃炒饭啊？嗯。我刚发现锅里我爸妈做的包。天哪，天！蒸了一个，蒸了一个。哇靠！我要下班了，你们都要吃东西了，天哪！我刚刚真的饿得好难受，我就喝了一瓶奶昔，那个奶昔还挺不错的，还挺好喝的。我感觉瘦了，维生素 A B C 都挺多，没瘦，这瘦身拉多了。你好直白。我跟你说，我胖的时候，之前不开这个的，我之前不开这个东西都开了。哦，媒体，我也是，我以前也不开媒体的，我现在，然后后面我胖了之后，我就一定要开媒体。对，我以前也不开，然后现在我开了。就是只要我胖了，我就会把瘦身多拉一点；只要我瘦了，我就基本上就是。这他妈是瘦身吗？这他妈的屏幕自动的，好吧？这他妈变态。不是瘦身，是那个在那个美颜里面那个全身里面有个媒体，你拉那个媒体，大刀。我都没开。它主要它可以瘦肩膀，它可以瘦这里，就会显得比较瘦。它可以瘦胳膊，看到了吗？看到了没？哦，这个美颜这里呀、啊！我靠，我都没开。但这个好家伙，这个拉多了脸，这个我会不会有点凡尔赛？脸会变尖。对，拉多了脸也会变得很尖，只能拉一点点。我啥也没开。旁边的照片都歪了，我他妈的！这个东西都歪了。我啥都没开。就开了个小头，你已经很瘦了，你不需要开，你不需要开。对啊，他瘦了，你看他那锁骨。我这个一开，什么美颜都没用。给你们看，我要是不开这个媒体，来呀、啊！我虽然其实瘦，但是我上单反上镜会看着很胖。你笑死我！你来呀、啊！就是这个样子。哦，还有嘴巴呢，我嘴巴还能变大吗？看看啊。对，我也是开了一点。没还可以开长腿呢，焦灼，我给你们看一看，我做惩罚。我开大道一说看 T， 我就把那个长腿拉满，拉到百分之百。那个腿太长，烦死了！每次最讨厌跟大道玩惩罚，大道就是看 T 那个时候了。K K T， 那他们投的。对 K K T， 大道一罚到 K K T， 我就这样子。我呢？没打开。看看我。我一般不开长腿，我觉得很奇怪，我就会变形，你知道吧？我一般不开这个长腿。我都不用开。你这开了还是没开的？我没开。没开的吧？我没开。天哪！我是开了的吧？腿真好看，好细的腿。好细的，它很高的。我高啊。对啊，西西的腿。哦，原来是你呀、啊，景色安宁。天哪，我一米七九，跑去血场直播间，说我想他了。是因为我刚刚开了那个长腿啊，才动。不开长腿的话就不会动啊。你看到我这儿，我看一下，我给你发个位置给你看看。到我这需要多少公里啊？我没开长腿，我平时不开，因为开了长腿它会一晃一晃的，太假了，很假。所以我说每次我看到大道玉子跟大道玩那个 KKT 的时候，我看那个腿我就觉得好假，谁说谁假呢？我都不想拆穿。说谁假呢？我知道一个主播的开了长腿特效，看着好假。我发你，真的很假。我发你，开长腿。人家只开15%，有那么假吗？好吗 ？Thank you。运子开的，你之前坚持不对。他本来不是那么长的，就是往后面，他那时候没识别到，然后突然一下就长出来一截，你知道吧？优米，你说石瑶，你就大声的说出来，有啥好微信告诉我的？你说的不就石瑶吗？我又不会告诉石瑶的，你放心吧。我刚刚也说的是石瑶，哎，啥？我没说，你别说我好吧，我没说。
没事没事。发什么？你讨论什么？不发给我看。我说的。我觉得好假啊！不对不对不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了，我把西西的名字看错。就是啊，我记得我没讲，你干嘛说我啊？我说我跟你说优米，我说优米你要说就说，你干嘛要微信上跟我说？我一看我操，西西的。我忘了，我跟西西比较喜欢说小叫话。我靠，我就是觉得他的腿好长啊，真的就是那个要那个头身比，他腿好长，我就看着很假，我觉得。居然也是开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开的，哪有这么长？因为真正腿长的那种人。因为真的腿长那个人他能看出来，你知道怎么能看出来吗？就大腿，大腿很长，你知道吗？不，你看他那个手腕，你要看他那个手腕，手腕超过那个屁股下面就、啊、这个人就是很高。哦、不是，你要看我的，哦、这样子，看我的手腕。学到了吗，兄弟们？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嗯、哦，手腕到，我靠、哦，真的耶，到大腿下面。对，看看你的，看你的，看你的韵子。我也到下面了，好像也差不多呀。看手，到这里，我到手腕、啊。我的手臂也挺长的，你看。没事，回头见到西西本人了，我感觉。所以他们我看老是觉得说我有一米七。我感觉真正腿长的女孩子就是那种大腿看着就很长，像我们这种腿不长的，就是大腿很短，你知道吗？小腿对大腿，没有有些比例也好，我跟你说，对大腿长就是有些人比例也好，你看起来也很显高。我觉得比例比身高更重要。是的，三七分最好看。你看那小蛋糕，你们都认识小蛋糕吗？小蛋糕的比例身材比例超好，但是他不高，他不高啊！我现实跟他见过，他一米五几。但是身材比例好也很好呀，就穿衣干啥都好。小精灵，对啊，嗯、小精灵，但是他的比例非常好，他直播的给人一种感觉就，那种感觉有一米六多，一米六，一米六多，很高的那种一米七的那种感觉，他比例非常好啊。三七分，那我呢？之前我在长沙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是。啊，你是就比例好，又真正实实的高的好啊，但是太高了，有点像巨人，有点像。得开死，你直接坐飞机过来吧。靠，你这样说我是巨人，你礼貌吗？啊、那我得贬低我自己嘛，说我矮嘛。还有一个谁啊？我还有一个老乡啊，他幺七五，阿曼。我也见过，鸡、嗯、鸡，哇，真的是，又高又大，很高大，我站在旁边我就这样子啊，阿曼，哇操，你这么高的、啊，天哪、啊，曼婉啊，哦，曼婉、哦，曼婉也很高、啊、见过，我之前以为他一米七五、啊，一米七六，来不，一米七五一七六，我请你吃火锅，来不，那应该是咱们圈子，我觉得应该是西西最高了，幺七九啊，嗯。应该没有人超越过你吧？应该，韵子见过我，不是、啊，我说没有人就身高超越过你的吧？啊、欢迎小杨。还有我想一下，还有一个谁也很高啊？那个叫做什么陶思思，但我没跟他见过面。陶思思应该是好像是一米七七，一米啊，一米七七，天哪，真的好高、哦。对他呀、啊，真的好高、哦。嗯，我以为他是一米七二，再穿上十厘米的高跟鞋。老婆出门他都不穿高跟鞋，妈呀，都有那男的死盯着他腿看，我气死了，我他妈把眼珠子抠出来。真的，韵子知道。真的吗？你你妈个波音，你看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干嘛不看我？你看我，你看。对啊，跟老婆坐在一起有压力的，你知道吗？要跟西西一起玩，那西跟西西一玩，然后去西西家，然后西西找了两条裙子，就差不多的那种，就是很像，就是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俩穿那个裙子，
他的那个对镜拍的那个照片，他穿上是短裙，你穿上是长裙，是不是？你要找到不那个照片？人家穿上到大腿，你穿上到小腿了。哦，我找找，不一定能找到。我记得你好像给他，啊，你好像给帅总发过。我们还出去逛街穿那个衣服。哎，我当时是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显得对比又更伤害了。没你高，那肯定没你高，1.88米。来成都玩不？我给你接机，我请你吃火锅，怎么样？从成都重庆的火锅真的很好吃，哎，白吃你，嗯，真的很好吃，好吃，是不是很辣？我吃辣的，我的胃痛。但是也很好吃，就感觉很有味道。我第一次去长沙，多恐怖啊！太恐怖了。很香。就是我说有没有不辣的吃的，他们说有啊，白菜汤。哦，我找到了，里面放了三个干辣椒，太可怕了。看到了吗？我发现我看的主播韵子都认识，韵子认识的人也挺多的。我来投。啊，我给你们瞅瞅，我给你瞅瞅这张照片，啊，我给西西。啊，这你俩是吧？我看一下啊。对，我穿高跟鞋特别高，修了，这是修图了吧？没修，原图。这个肯定修了吧？没有吧？哦，是原图吗？能看到吗？修吗？把它放大。我把它放大。笑死了。看到没有，修班哥，我的身高，我俩的身高。你看他的身高，妈呀！我跟韵子，他那个小身板估计打不了篮球，他高，然后太瘦了啊，高瘦，对啊，打不了篮球，篮球得高又壮，嗯，可以啊。挺好。玉子多高，玉子也1.6米多啊，玉子。1.6米刚刚好，1.6米。明天吗？他的身高。不过我在直播间，人家问我多高，我都说1.62米，都说2厘米，不过分吗？不过分，太不过分了。那么小蛋糕，他跟我说他1.7米啊，那时候报那个什么啊，1.67米啊，报那个潘多拉，我说你是来诈骗的吧，你是来。那我说1.7米也不过分吧？你说你1.65米啊？明天半夜到的话，可以啊，我可以吃火锅。不算1.7米的，你可以说你1米，天哪，1.67米、1.68米，嗯，咋了？西西这个腿，我的天哪！对啊，西西的腿。那我就说我1.68米，嗯。我说1.65米。你1.7米都不敢说话了。我跟你差不多，1.73米。我的身高也不算高，刚刚好。但我比较大只。怪不得说你比较瘦的话，对啊，他妈的很大只，嗯，又长又细，而且是偏胖的，你是吃不胖吗？还是有控制体重啊？天哪，那谁来了？这不是我嫌疑哥哥吗？我没控制，嫌疑哥哥，我们打哈哈呢。韵子，最气人的就是这种没有控制的，还这么瘦的。对啊，他真的很吃不胖。他要是说他控制了吧，心里还算是有点安慰。大刀大刀，你是两面三刀，我两个面。25号10点到，真羡慕。26号凌晨2点，你知道我减肥减的有多辛苦吗？你下播了吗？我觉得凌晨两点到挺好的，我们可以一起吃顿火锅。正常男的一般都没有西西高，那肯定啊。我晚上要直播。嫌疑有，嫌疑1.8米。那肯定，真的。正常男人，南方吧，大部分都偏矮。
我感觉人生这么多年做的最正确的、怎么样飞过来吃火锅，世界哥哥来刷华子了，天我操真好，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世界哥哥我也想下班，世界哥哥还在吗？世界哥哥你没有吗？我没有你们有吗？我们也没有，我没有，我们也没有，我2000块钱拽兜了。天哪，我这是播了个啥呀？播了快3个小时，播了26块钱。欢迎追影哥，对不起，我播三个小时我连千都没破，好，有没有人给我破个千的？我连薅个羊毛，我连百都没破。你看优米在刷，给我刷了拉普嘎，我才有这流水，不然我都倒闭了。不然，天，要不行，哥哥你说说我们的好啊？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加这个班呀？我就应该直接把电脑给关了。播了259。那你播播三个小时？播毛了那里？三个小时播259块。说的对。天哪！不播了。他妈的！不播了，下播了，操！秀班哥，这个老懒子播，你要不要给西西破个千呢？给西西升个牌子吧。秀班哥，优米饿饿了，秀班哥。你看、啊。秀班哥，玉米饿饿，秀班哥。秀班哥，你过来蒙命跟我们混，提成还高。今天都，你看。秀班哥，我就差200块钱就千元榜了。蒙面，我就开着这个去 DY 那边播，估计别人也不认识我，说话。我也是差200块钱千元榜。这样去啊，这样去。没有，没有那个底气啊，今年先过完吧。秀班哥，明年我给西西升个牌子啊。我今天晚上想了一下，我先做账号。嗯，你做账号，嫌疑你如果说做账号的话，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手机卡，还是重新买一张卡做的？我想这个问题啊，要不重新买一张卡？然后不让你附近的人通讯录里面的人看到你。没有，我真的想好了，真的。嗯，你在这边如果说有大哥的话，你还可以播一播。但是你真的是太找不到人，你没节目效果，整天就是花时间费神，费在拉水上面约人。那么你说约一两个小时还好，那么从8点约到12点，算了吧。我真的气爆炸了，实话，今天约不到人，气爆炸了。对，就是说等我到期嘛，嗯，等我到期，先做做账号，做账号随便都可以做，不用说到不到期的，合不合同的。是的，我半年前就这样，所以把你逼走了，是不是？啊，我刚才我听西西讲啊，他说还有人提前2-3天开始预约人的。他说他们今天已经把后天啊，已经把26号、27号的那种8点半、10点的局都约好了。你知道那个谁约我怎么约的吗？我接着给你看一下。谁跟你？请了场控纯为了约局。对，爱鸡巴玩去吧，明年我不在这里混了，实话，我混不了一点。我从9月底我已经憋气憋到这个月了，这个月结束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好，直播间别这么说啊，在哪？我爱虎牙，虎牙 YYDS 啊，虎牙老好玩了，哥哥们。晚上直播间得看虎牙，嗯。但是有些晚上。好，问问姐妹们怎么想的。但是晚上你会有民间，就是会有光。家人们，咱们这边开始看啊，24、25、26、27，4天，哪一天8点半接力没约？家人们，24、25、26、27，哪一天8点半？接力没约的，
你不如整个月，那咱们开始先约下个月的吧哈，十一月从一号约到三十号，嗯，周日不约，其他约上。哇，那你这样子搞真的是很难播，我感觉就是直播还是充满了随机性、随意性的会好一点啊，这样子。现在太内卷了。难怪我说一直找不到你，这样子有什么意思？这样子。行，我还花钱直播了，潘多拉每个月，啊，每个月自己掏掏兜给女主播发发红包，我都约不到人，实话。有时候我没开播，有时候他们想着，哎，是不是？有男主播固定车位。在 DY 都是闭麦，每个人聊自己的。是的。对，是的。他们那边都是闭麦。那自帮主播给脸不要脸。对啊，闭麦拉票自己拉自己的。我今天我跟苏月长也说了，苏月长。嫌疑你别搞我嫌疑。欢迎长安哥。拉了啊，拉了。这个月就怎么说，现在流水主要看大哥有没有来，然后大哥抽奖抽出还是不出，可能大哥想今天晚上有个大姐虎牙姐过来为我一千，那报情书报不了就500块钱啊，你报得了就算，报不了你就少吃一半。苏月场来大哥了，起飞了，真的吗？那他一个月能播多少？他今天晚上他说让我过去试试。他一个月能播多少啊？我知道，我知道，他今天晚上也跟我说了这个。你好呀，长安哥。一层高。打飞机是什么意思？你们干嘛？你们有就是你们俩的暗号吗？他150000等你220000。他不肯跟我说，他只说了一句话啊，提成高主要。我说咸鱼去那边也挺好的啊，20天有个10W 左右。他说主要是提成高。哦，你们俩认识？如果精彩的更高，那边有需要光纤吗？光纤这些东西有没有的？长安哥，你喜欢看跳舞吗？需要，我问一下他。晚上又是刷钱盛宴，都可以看特效了，别的直播间看特效了，真好。那你要不要看我跳舞呀？看的我知道。光纤了才能前6个月高提成。哦，他没有哎。他们玩什么，家人们？他们玩4人连麦，4人连麦打 PK， 哥哥，以后中间留个位置给我，我成为他们第5个人。啊，好啦，等会儿我缓一下，我说话有点那个了，麻到我了。要不要我给你跳个舞呀，长安哥哥？我想下班了。不熬了，我也不熬了，播个鸡吧，不豆爸不。你们几点下，老婆有米长安哥在呢，我也准备下了，你想给长安哥跳个舞怎么样，长安哥可以吗？可以给我一个跳舞的机会吗？颜值怎么打不出来啊？西西好努力啊，真的，西西一天播好久，我感觉你的生活真的就是直播睡觉了，你应该是别的自己的时间应该是都没有的，
应该睡醒就播了吧？是、啊，收拾吃饭直播。我靠！欢迎长安哥，要看跳舞播长安哥，老好看了。没动力了，怎么能有动力啊？三个小时播了26块钱，我明天我都不想开播了，真的。我下播了，我也不播了，我去吃点东西，饿了。我也是啊，姐妹们熬不动了。欢迎 MC， 拜拜。嗯，对。明天见，明天见。嗯，拜拜。可以送星光票吗，长安哥哥？星光票。欢迎离哥，欢迎 MC。西西真的是虎牙上的劳模，说实话。哇，谢谢长安哥续费零住3个月。可以送星光票吗？给我一个机会吧，今天决赛。对呀、啊，欢迎李哥，谢谢长安哥一组1314，两组1314，哇，好，我要跳舞了，姐妹们，好，好，好，把你们缩小了哈，你们要下播不？还是说要看我跳舞再下？再看你跳舞，行，看你跳舞再下吧。他是菜刀，长安哥，你应该认识，应该认识。尹离哥哥，想你了，尹离哥哥。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给你们放大。这音乐好。Hey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yeah. Now I'm gonna tell you guys one thing. Show me what you got. Here we go. Yeah. Hook up. Yeah. Louis. Yeah. Paris. Yeah. Oh, 오장빙샤워
天哪，太幸福了！下播之前还能看到一段这样美艳的舞蹈。跳完了，跳完了，我可以做个好梦。啊，真的吗？妈呀！什么就这？我靠，尹林哥，你什么意思啊，尹林哥？真的很绝绝子。好看吗，长安哥？哇，谢长安哥的1314个。哇，谢长安哥，谢长安哥的心碎片。中中中！放个歌。舞蹈太免疫了。跳得好。你不是说过你最爱看我跳舞吗？一首歌，那都是骗我的是吧？中中中！接长安歌。没中吗？没了，没中。你说过啊。没了，我靠，难受。长安哥，你还想看吗？长安哥，谢人海哥。我都没下到。不是没中，哦哦哦，我以为你下了，没中，吓死我了！你下啥？评价很高，还好你没下到。六七铺满，双压出奇迹，那肯定记得呀，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了。我们下六七，不早说，我不行了，我下了。我们认识，好，你下吧，下吧，拜拜。我也要下了，下吧下吧，拜拜老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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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给长安哥卡个爷，Vicky 有机会。你说年度吗？这个冠军。不一定，不一定，这还真不一定呢。今天是他这个好像就只有第一名有奖励，这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王兴他们家那个季哥很厉害啊，初六没中吗？难受。没有，六七铺满。他今天十二点过的时候，那个盘好恐怖啊！我看一下，我去看一下那个盘。
今天的盘挺恐怖的呀，我靠，天哪，折出六六六六六，今天盘好恐怖啊，今天的盘，天哪，一看吓一跳，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还跳吗？你要点舞吗，哥？我终于破百了，快，终于收益了一点。没啥人玩打孔明灯还行，估计龙都不给，不清楚了。欢迎诗月晨哥哥。嗨。你好呀，你好呀。是小姐姐呀，哦哦哦。欢迎小姐姐。欢迎东东。不知道。你好呀，你好呀。怎么证明你是小姐姐？欢迎诗月晨小姐姐，我是小哥哥，真的假的？到底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啊？啊，你们少点套路，多点真诚。这个徽章是啥东柯基啊，我的狗，我的小狗修狗。肉肉过来，看到没，我的粉丝徽章就是他，就是他，可爱不，跳一个。Let's get some champagne。 太肥了，压得我腿都痛，我靠。不动。哇，感谢长安哥续费领主五个月，谢谢长安哥的，哇天哪，谢谢长安哥的两组1314星星碎片520，人毛。谢谢长安哥，看能出啥，看一下看一下，把这些打广告全部杀了。换首歌，欢迎大家，我们喜欢新点订阅哦。
你要点舞吗？我们3000个银，这个广告真是吗？能有啥好看的？马上开奖啊，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压了吗？传哥应该，卧槽，哦，龙，哇，给传哥，哇塞，谢谢传哥的龙，哇，天哪，谢传哥。跳好好，来了来喽。科科，他叫科科。好，炒饭你不老实，你肯定还有其他地方做场控。好，科科科科，看个快的，大威天龙，yeah.
好好好。我刚刚应该没有怎么吧？需不需要换衣服呀？对啊，刚刚被踢下播了，踢了十分钟，踢两次了，今天都是因为安全裤。感谢长安哥的又一个1314。对啊，月尾了，中中中中中，给长安哥哥中，给长安哥哥中，哎，嗨哥，谢谢一百，感谢一百的星光票。我跳不跳的又不是你指挥我啊，真的是。看长安哥想看，看一下长安哥想看啥。长安哥没说话呢，长安哥在抽奖。明天要洗头了，没中，难受，我靠。我看一下出的是啥，我看一下。出了个十二，我的妈呀。巨蟹。没事儿哥，长安哥你想看啥可以继续跳。长安哥，你有什么想看的舞蹈不？长安哥，可以呀、啊，就是要尺度小心一点。我已经把那个安全裤脱了，安全裤已经脱了。谢谢虎良，谢谢长安哥，我可以跳到天亮，可以跳到天亮，我能一直跳，嗯，我可以一直跳，跳到你喊停。虚的我打不动了，虚了，打不动了，你不想看了吗？不想看了吗？才多久啊，我才跳了两个舞蹈，我才跳了两个舞蹈呢，你可以的哥，站起来。要不跳个慢的，跳个慢的，节奏慢的可以不？看一下啊，你虚，长安哥那么厉害，
好好。椅子舞不能跳，椅子舞会被逼累的。没下呀，我前面是被踢下播了。我认识的大哥比你还多，嘻嘻。然后呢？然后嘞？对，然后我又上来了。长安哥，你可以加一下嘻嘻的微信哦，长安哥。你配啥呀？我下播了，啊、那我是定制矿，我不动了，我不动了。干到现在，我不动了。你们再找一个吧。牛啊，好。算了吧，我也出去了吧，我出去给虎牙。我跳，那我也撤了，姐妹们，我也撤了。不想玩舞蹈乱斗。长安哥哥，你记得加西西的微信哦。噔噔噔噔噔噔，把个橘子吃一下。谢谢大家订阅。看一下，他不是被踢了吗？我又上来了。被踢了，你又上来了。啊，我又上来了。好惨！我靠！天哪，要不要这么卷呀？都四点了。嗯。这么努力，被踢了，你们一个个的，一个两个的被踢了，都还要再重新开播。嗯。啊，刚刚韵子也被踢了吗？我靠！对啊，刚刚韵子把胸前的纸巾拿开了一下，然后就没了，就刚拿开。你们不是说下播了吗？你们那会儿不是说？我本来是要下了的，但是齐哥来了，我想着说再播会儿，结果韵子被踢下播了，齐哥就去睡觉了。真难受啊，真难啊。唉，放个歌。嗯，我操，都四点了。你怎么还有一个称号呀？炒饭叫科科。我跟你说，哎呀，我操，不行！我每次精心打扮的时候，我要下了，西西，你下吧，韵子，好，拜拜，好，你下吧，拜拜。我每次精心打扮的时候，都没有人夸过。都没有人夸过我好看，都是我要问，然后。
然后每次我就随便弄了一下，然后你们就说我好看。我今天就是随便把那个弄了一下，夸我好看了。以后还是要随意点，做人还是要随意。这样的吗？靠！对啊。你不下了吗？你这会儿，你这会儿就，我没下呢，等一下再下。好。这女的也好看，她在刷美女，短发美女，太好看了，我觉得她没有。科总好，科总你好。木槿哥，你不知道你这么出名吗？菜刀。
啦啦啦啦啦，谢雀雀的超粉虎粮。哎，不对，我回消息就是这样子嘛，但是我没生气啊，我就是平常那样子聊天，他老说我回消息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面部表情就是那种很生气，好像别人欠我钱一样。我操，无语了。谢谢雀雀的星光票。上镜好看，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好自己的面部情绪，你知道，有的时候直播就好像没有精神一样，就看着不好看。有人出来说说话吗？聊聊天吗？真的好羡慕你们头发多的。哎，头发哪里多了，我操，不敢说。哦，这样熬下去 咱们真的 都是要秃了，都是快秃的人。哎，老婆呀，你真牛啊。咋了？劳逸结合，你知道不？劳逸结合。等一下我去拿个夹子啊。这直播真的好努力，他从那个什么，他从下午七点播到四点，我靠，我七点我刚起床吃饭，他都播了，播到跟我一样下播，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他一天播九个小时，我一天播五个小时，我感觉我要死了。以前运子可是带着我到六七点，你的运子是播通宵档的，现在我带你熬到四五点。哇，我以前也真是，我以前从晚上八点一熬到早上六七点，真的是这样。那时候之前因为有大哥呀，我靠，你有大哥，你熬了那么久。不是，那时候就是播着播着来个大哥，大哥不睡觉我能睡觉吗？那是新来的大哥，然后我操，一天刷六七千，我就寻思多播播吧，多播播能多吃点。但熬出一个大哥太不容易了，确实，一直熬出。对啊，播出一个大哥真的不容易啊，现在真是感觉太难了。现在确实难，我操，我以前直播的时候都轻松了，然后。对啊，我刚刚要下播了，然后奇宝来了，我就想着再聊一会儿吧。妈呀，刚聊到火热中，咔给我踢下播了，我操！因为三点就下了，现在播到四点了。对啊，现在真的难，
以前熬一熬还是有大哥的。对，以前熬一熬是有大哥。没大哥。以前每天直播都会有新的签约榜，现在都是吃。播一个大哥，对，以前播着播着那榜十个签约榜绝对不会，最少最少十个签约榜，对，每天东拼拼西凑凑，十个签约榜没有十个签约榜。我下班了，老婆你也下吧，可以不？嗯，那一起下播。我也下了，那我走了。嗯，我也走了，嗯、拜拜，拜拜，拜拜。明天得洗头了。打烊下播。晚安，早点睡吧，你们。